那么我们刚才是在药通地下参观，现在是在三号空的地表我们参观了。那么大家记住一句话，浓缩的就是精华。三号空的级别是整个军兵政区里面级别最高的一个。那么我们看一下排列方法都是不一样的，注意到了吗？面对面排列。那么三号空主要是教军、今天教室、指挥作战员的场所。那么看再看一下兵马俑脚下踩的砖，看到了吗？这个叫秦砖，秦砖汉瓦的墓区。那么这个砖埋在地下2800年，明初的时候是有一个角，注意到了吗？余光拍照。看到了。那么，我们考古发现每一块砖的上面都是有砖匠名字的。玛雅是秦始皇的墓室，是非常严谨。这个砖呢，它是个金砖的方块，像黄土一样的砖成的。那么两块砖呢，其实是发出金子的声音，是金子。那么在七种墓室是发出金子的声音。那么这个砖呢，是在。